瘦身啦。咁後屘接觸得多，自己又睇咗好多資料嘅時候，就會係健康啦，甚至乎係而家瞭解多咗啦，喺 Green Monday 睇到其實原來對減碳咧都係好大嘅幫助嘅。開始其實我都覺得食素係好齋，後屘發現原來食素咧都可以好多元化啦。咁我就創作咗呢個五味人生咧，咁就五個味啦，有酸甜苦辣啦，好似我哋人生咁樣，所以咧就可以令到呢個食素都好似好多元化。個淮山咧本身係好平實嘅，冇乜味嘅，咁佢配搭任何嘅食物咧都可以突顯嗰一樣食物嘅個味道出嚟咯。淮山都是一些老人家他們才懂得的食材，新一代可能對淮山的認識都不多，所以我就用了這個食材來做今次的食譜。